那我介绍我自己一下好了。所以我叫 Melody 黄友文，朋友的友，新闻的文、yeah. 然后我是从加州来的。那我的 home church， 我主要的教会是母祖先锋教会，在 Bay Area。 然后我是去伯特利教会，是我第二年在那里读、yeah.那第一个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我们的名字有加了一句，所以 Healing in Art and Music， OK， yeah， 因为我觉得Healing 不是，我其实 Music 也就是 Art 啦，所以也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艺术，也会讲到音乐方面怎么带给人医治。Yeah. 那我也想要问大家一些问题，想要认识大家。是灵粮堂教会的人可以举手吗？哦哇，还是蛮多人。OK， 那如果你不是住台北的，举手。哦、OK， 因为有灵粮堂教会在别的地方。那有不是台湾人的吗？有。哦、oh, ，你们哦、oh, 是从哪里来的？香港。香港哦，超爱香港的。OK， 那还有香港，还有从新加坡，新加坡哇， wow, 还有吗？是这样。OK， 美国，哈哈，欢迎，欢迎，谢谢。Yeah, 好，那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到，就是音乐艺术带来医治 ，Healing in the Arts and Music。Yeah,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们要讲到医治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医治？就是医治只是看得见的医治，还是好像一个人家的手被医治，眼睛能够看见？我觉得医治很好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会有一点串插英文跟中文，Restoring God's original design， 就是神。原来的那个命定，原来他创造我们的心意去恢复它、yeah. 那所以这可以是身心灵，神他希望我们，他本来创造我们的那个样子，他希望我们多么的健康，这个完全恢复会是怎么样。所以其实我想要请大家去想想看，你觉得神对你Original design 是怎么样？那如果你们可以拿笔跟纸，可以写下来。然后我们会分成三段，就是 body, soul, spirit， 身体、灵、魂。Yeah. OK， 所以我们第一个 body， 你觉得神他对你的身体有什么的想法？就是他希望你的身体是怎么样？只是 OK average， 好像很疲累，或者有的时候感冒，可是反正你都可以生活下去。还是很 abundant， 是很有精神，是非常非常健康。所以我们想想看，你对你自己，你觉得神对你的身体，你也可以讲一些比较细节的，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身上有的好的不好的。都把它写下来，我们想想看神他对 healing， 他对医治这一方面他的意向是什么，可以吗？有什么问题吗？ OK good， 然后看到有些人也闭眼睛 Yeah， 就是你也可以问神，神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你对我身体的心意是什么？可能他讲的会让你很惊讶。对，我什么地方都可以。Yeah.就是为你们预备
好，就写几句就可以了。好，写完的有没有人愿意说出来你写下来的？可能一两句。你觉得神对你身体 physical 的心意是什么？三个都说吗？还是说一个？啊，说一个，说一个就好了。很快。感谢主，我觉得神对我的身体说，希望就是我是很健康、很身材硬的。然后心的部分是真心的贴近人的心，然后灵的部分是洁净无瑕、喜乐满意。好，你都写了。OK， good， that's good。所以，那你写了之后，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感觉是感谢主。感谢主，啊，就是其实他对我们的心意是很丰富的，对，他希望我们可以很健康、很喜乐。呀，那还有人吗？对身体好了，就是先写 physical 的，要不要叫出一两个？呀，神的同在，所以你的 five senses 五官。都可以打开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 很特别，很好。好，那我们再 go on soul spirit， 我们就把它加在一起好了。Soul 跟 spirit 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感觉、你的感情，你觉得神对这些有什么的吸引？就是他希望你的思想会是怎么样的光明，然后可以更仔细一点。就是 specific， 还有你的灵，你跟他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好，因为时间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就先停止。我知道圣灵一定很感动你们现在，因为神真的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丰富的思想，就像海沙一样这么多。我觉得我们常常也没有去想神，你到底对我身心灵，你希望我是多么的昌盛。我们常常很满意，停留在 average， 就是好像差不多就好了。所以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哦，他们差不多也就好了。可是没有神希望他们是完全的健康，在这三方面都完全的昌盛、完全的健康。所以永远都有我们可以更追求的 ，right？ 我们可以更喜乐，我们可以更健康，我们可以更有平安。就是我们不用去接受任何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没有达到神那个标准的东西，呀、yeah。好，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会分成这几段，就是我们会先讲到 physical healing， 就是身体上的医治，我们怎么借着艺术、音乐去追求身体上的医治。那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昨天晚上 Teresa、Mama T 都已经差不多带我们操练了这一方面 ，right？ 有谁在这里面昨天有经历到医治的？哇、wow， 好棒哦，你们都有啊耶、yeah。 哇，真的感谢主。你们后来有 fill up testimony form 吗？就是他们有一个见证表，我不知道他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发，可是我们是对见证很高的价值，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收集大家的见证。那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去把它
钱。好，所以身体上的医治，我昨天也有分享我自己在瑞士斯特伦的经历 ，right？ 大家还记得吗？我觉得很奇妙，就是神那个时候就让我亲自经历到，当我用唱的，就可以神的人的身体就可以得到医治 ，right？ 然后昨天晚上大家也有经历到，就是你用画的，就是画一个很简单的耳朵放在身上，然后他的耳朵就可以听到了。我觉得这真的是very new， 是很新的。我觉得神一直在做很新的事情 ，right？ 大家之前有这种教导过的吗？有没有？有呀， yeah， 比较少。我觉得因为神一直在做很新的事情，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年轻人也好，或者任何都是开始对艺术很有兴趣，开始对这种媒体的东西，神要借着不一样的东西去介入到他们的心，去带给他们一个新鲜感，就是知道神一直都是很丰富的，对啊。然后他做的事情真的没有一个都一样。所以呢，那我不再讲见证了，因为大家已经看到听到很多了。从昨天晚上，我们再来 demo 一下我的两个volunteer， 看叫什么 TA 吗 ？TA， yeah。 So Jeremy 跟 Tiffany， 这是 Jeremy 跟 Tiffany。Jeremy 是我的我的怎么说啊？学长。Yeah， OK， 我是学长。OK。所以他们今天之前就有已经祷告了，然后他们有 word of knowledge， 就是 word of knowledge 怎么说？知识的言语。所以他们神就跟他们讲，你们当中有一位几位的，可能身体上有的一些状况，然后他们把他叫出来，请你们到上面，他们会为你做这些东西，为你们祷告。OK， 那我们先请 Tiffany 好了。今天早上我们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这样，就是一个嘴巴。然后我觉得神特别 highlight 的是牙齿，所以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人，你有牙齿的不舒服，或是你的口腔有任何不舒服，有吗？没有。哎呦，这么多。好。秘密的。大家举手让我看一下吗？有啊，可不可以是牙齿的？牙齿。哇，牙齿。好，可以有一位做代表好，可以有一位自愿立刻来到这个地方。对。好，耶！他的名字就自己按手在嘴巴上。所以你是怎么样牙齿不舒服？我是几年前，牙医师就说我整个牙齿都是空心的。对，都是空心的，要换。对，啊，目前就是有一位医生，就是先帮我。所以就是现在会有疼痛或者很不舒服，还是就是月经在治疗中 ？OK， 那会有痛吗？像如果我们为你祷告之后医治的话，你会感觉出来吗？就是在给医生看，去检查嘛。对，因为都是整个全部都是空心。好。然后，所以就是我特别领受是这个图画，然后就是大家可能看到旁边就是有那个亮晶晶的星星，就是。对，我觉得特别是在领受神，就是说他要放一个更新在牙齿当中。对，我们我可以放在你的脸上吗？可以。请问你的名字？丽华。现在主耶稣，我们把丽华放在手中。主耶稣，愿你说你要给他的是一个完全医治的身体，你要给他是一个完完全全像你起初创造他一样的身体。你就把那个更新你的灵现在吹入到他的牙齿跟所有骨头当中，你要恢复那个空洞的地方，因为你要创造一个新的牙齿在他里面。我们感谢你，愿你现在完全医治我们的身体。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如果任何见证，可以让我们知道。谢谢。Yeah， that's good。那其他的人。
人呢，刚刚有牙齿的，你们也有领受那个祷告 ，right？ 有领受给你自己，有没有感觉比较好的？可以感觉得到吗？还是你们都太注意在上面发生事情，都没有为自己领受 ？OK， 好，下一个。好，大家好，我是 Jeremy。然后我领受的是有没有人耳朵上面有些不舒服的，特别是右边的耳朵。左边吗？我看反了，没有啦。有没有右边的，或是其他耳朵？哦，有吗 ？OK， 请来到台前。然后，请问一下你是右边耳朵？右边耳朵，我是很多年前，因为中耳炎哦，然后就延缓治疗，然后就是听力就慢慢就退化。那现在有时候像我今天来上课，我是有带助听器，这几乎是90%应该是做不到。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耳朵，然后就是我又看到神要向他的耳朵吹气，然后会有就是你的耳朵会打开来。然后我觉得当我在领受这些图画的时候画下来，我觉得当我在服侍人的时候，这个经验比较像是我看到一个图画，然后一个神要祝福他的管道。让我画下来给他看，就是神让我看到了，可是他没有看到，所以我画下来给他看到。对，你们应该都可以了解说，当你的眼睛真的看到的时候，那跟我用讲的就不太一样。就我跟你说，长短脚长出来，然后听没有什么，你看到就是都讲不出来这样子。对，好，然后我现在就是我会为你祷告，然后我会把这张纸就是放在贴在你的右边耳朵上面。好 ，OK。主，我求你来，主，你祝福他的耳朵。主，我奉你的名，主，让他的耳朵可以打开。主，我求你来，主，你恢复你起初创造他耳朵的样子，回到起初 ，return to the beginning。主，你起初创造他的美好，主，让他的耳朵那些失去的听力，因为中耳炎。而慢慢耗损的听力，转我奉你的名，转现在就恢复，现在就恢复。转我奉你的名，你要向他的耳朵吹气，转我宣告，转你的灵现在就运行在他耳朵里面，转因为耳朵是你重要，你赐给我们听力是你赐给我们重要的能力，转让我们有耳可以听见你的声音，可以听到你美好的声音。转我求你来祝福这位姐妹，奉主的名祷告，阿门。那你有觉得怎么样？就我刚刚是把助听器关掉，那本来是都没有什么声音这样子，那后来就渐渐有听到你一点点的声音，嘿，就我觉得是有在慢慢的嘿，就一点点这样子，没有说完全一开始马上打开。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这个时间很久了。就我相信神的医治，也就是一直在持续当中。感谢主，今天你们在上面好，所以现在示范，我来示范 ，the prophetic song， yeah， 所以我相信，神是渐渐的医治，可是我也相信他可以立刻的医治。好，所以我就领受神要对你唱的一首歌。你叫什么名字？陈秋燕。秋燕。对，秋燕，秋天的秋，燕子的燕。OK， 秋燕。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秋燕。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他好爱你，秋燕，他好喜悦你。耶和华
觉吗？有比刚才大声一点点。我们感谢主耶。That's good. 好，所以我们刚刚示范了用唱的，用画的。所以 this is a workshop， 就是 workshop 怎么说？工作坊。工作坊，所以就是要教大家工作。OK 。好，所以呢，我们没有要分五个人，可是我们就跟你旁边的人可以吗？两个两个。所以现在我们就给你们选择，你们可以用画的，或者你们也可以用唱的。我会弹一些背景音乐，然后你就问对方，我们还没有叫你 word of knowledge， 还不用用知识言语，可是你就问，你就用问的，你身体有什么状况，或者如果他身体都很健康，感谢主，那他可以为他的心或灵。OK， 然后我们就用话语或用唱的释放医治在他们身上，可以吗？可以。有什么问题吗？我用唱的。
现在都让你开心，我们好，我想要请一些人上来做见证，就是如果你刚刚身体有得到医治，或者他如果为你的心祷告，然后你真的很受到感动，不管他是给你画或者用唱的，有没有人刚刚很受感动？举手。有被 touch 到？有谁刚刚身体上有一些有进步的？可能本来是一个八，变降到一个五，或降到一个三之类的，超痛，有没有？被医治的？耶、yeah! ！好，来，我们先请这两位上来见证，可以吗？我们喜欢听见证。你叫什么名字？我是博俊。我是肩膀就是有一卡卡的，然后刚才这个姐妹帮我祷告和唱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专心的在画画，然后现在动不动就卡的又好一些。哇！因为要讲啊、哦，因为神说那一个伤是神给他的标志，神让他不要忘记他是属他的，而且要挪去我们生命中的羞耻，成为我们的心脏。对，是我唱歌的时候是医治，但是在画出画的时候，神是这样告诉我，这样。唱的也用画。对对对。等我。谢谢。我叫春芬。我跟我弟兄，跟我这位弟兄的分享是说，我很渴望，因为看我外表就知道我年纪不小。然后呢，可是我觉得神追求神是一辈子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神在很多的时候给我很多的恩赐跟恩典，那可是可能就像他这样在沙漏里面，是埋在沙漏里面，然后看不出我的存在，可是呢这个时候是神的时候，那个沙漏不断的沙往下，就是那个沙往下掉的时候，我就浮现了，因为我渴望被神继续使用，这样。好，就是我们画的时候，我们不是很知道这个对对方的意义会怎么样，可是神真的都会接着我们所画的跟他们说话。OK， 还有吗？还有谁想要分享你们的感觉？不要害羞，耶、你叫什么名字？我是 Jamie。对。我扮演。就是我先分享吗？就我昨天，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我的就是也是肩膀痛，就是后背这样子，然后大概痛了一个多月，然后就是痛到会需要就是可能逛急诊去打针的那种，对，然后就是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就是动作。然后但在昨天的时候，神很大的医治我，就是我能够举手，我能够跳舞敬拜神，然后阿们。然后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还是稍微有一些些的疼痛这样子，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希望我早上起来就是睡觉，我就可以完全的找医治。那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的就是感觉有一个筋还在痛，就是我没有办法举手这样，对。然后但是刚刚透过姐妹的祷告跟绘画，然后我现在的手是完全得医治，我不会痛。我的脚踝是大概四五月的时候，那时候受伤，然后就隐隐还会痛这样子，然后我刚刚就跟Amy 讲，然后就他就为我唱了一首歌，然后这首歌他是从神是我的心中的力量开始，然后他让当我站在磐石上的时候，我的脚就会。脚就会得到医治，然后而且就是当我如果像母鹿它会帮助我像母鹿一样在高处的时候站得很稳，走得快，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事实上我在他在唱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并不是
第一个感受并不是我的脚，我第一个感受是我的心非常非常的被也不是说温暖，就是被敲到了那种手，然后再来接下来就是我就发现我的脚踝的地方就开始有抽的感觉，就是抽的跟那种感受，然后慢慢的我就脚就越来越松越来越松这样子。对，感谢主。那现在还有疼痛吗？还是我自己没有了？没有事，没有，反正现在没有，我以后也不会有。OK， 谢谢大家，耶，谢谢你的分享。还有谁想要分享吗？耶，谢谢。OK， 哎，感谢主。刚刚在分享的时候，就是有讲到口腔跟牙齿嘛。然后我现在前门牙有四颗，有三颗在植牙，其实四颗都是在植牙啦。然后最近压力也很大，然后髋骨这边很不舒服。然后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我有问姐妹说，你有没有说需要先什么事情要先祷告？她说没有，她说那能不能先喂我？我就这边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就是压力真的是很大。真的感谢神，其实。大概在这个礼拜要来参加特会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一直在处理。但是我想说，已经报名了，还是要来参加这个特会，所以也先把公司的事情放下了。然后姐妹要为我祷告的时候，她就开始为我祷告，然后跟我讲说，就一直祷告祷告，然后我的口中就有一些旋律出来，然后最后是。我们两个都一直笑，因为他给我一个很喜乐的脸，然后他说他看到一个画面是有一个涌泉这样一直出来一直出来，然后我们刚刚在那边是笑得很开心。谢谢，感谢主。所以你感觉你身上的这个重担都没有了？对，我跟我讲说我的重担都卸下来给神。耶、yeah, ！哇！谢谢神，谢谢神，谢谢神，这样子的一个意象，真的他有意象，真的有意象，他有意象，但看到感谢神，因为我跟他讲说，那个这边我不会画，那我说我不会画呢。那我说，那我就握着手祷告好了。然后他说，因为他是压力的关系，导致这边嘴巴张不开。然后就不会握他的手祷告的时候，发现好像神有一个平安进到他的里面，从他的心里面进来，然后进来他的心得到力量的时候，他的所有这边就开始好起来，就感觉一个喜乐的全面就进来。所以灵魂体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的灵里得到自由释放，你的身体也就得到自由释放。好棒哦，谢谢。然后刚刚你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的心就是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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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那还有谁砰砰砰砰？还有吗？我来讲。Yes。那这就我们最后一个，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大家好，我昨天有轻微的头晕，所以我昨天晚上没有来特会，但是我女儿有来特会。她下捷运站的时候问我说：“妈妈你在哪里？”我跟她说：“啊，妈妈没有去，因为我头晕，我回家了。”所以她就知道我不舒服。但是她回到家第一个动作，她就马上。拿一张纸，就画一个人头，然后不想画哪里哦，我现在搞不清楚，然后就贴着，就帮我祷告，好，就帮我祷告，一直祷告，然后他就问我说：“哎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说：“哎，有好一点。”然后我就去睡了，但是感谢主，我早上全部都好了。好奇妙，我觉得这真的是最好的见证，因为。Yeah, 我觉得这个工作坊的我们的一个目的也是希望不是只是在这里你们去操练，而是当你们回到家的时候你们可以随时去操练。Yeah, 因为什么这么的有力，因为常常我们说、哦、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吗怎么样的，
其实很多人他们听久了，他们就说哦，不用不用你的祷告。可是说我可以为你画一张画吗？可以为你唱一首歌吗？其实这个人的心很快就打开，他们很好奇，画画 ，you know， 所以真的，像我们团队也有另外一个女生，她的妈妈就是 Justine， 昨天分享那个，她妈妈今年信主嘛，然后当时，也就是因为一幅画传在手机里面，然后她妈妈看到，她也很感动，然后她还给她的朋友看到，她朋友很感动，就是 一幅画会使人的心打开 ，you know， 不是信主的，她也会愿意去分享给她的朋友。Yeah，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最重要的，就是不是只是在这里。OK， 我们这几天的测绘很棒，可是不是只是在这里。希望大家真的回到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觉得，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有能力，就是你自己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Yeah，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讲到魂跟灵的这个医治，因为我们相信医治。就是恢复神原来的创造他对我们的意象。Yeah， 那我想要分享一些见证。差不多两个礼拜前我在伯特利的时候，然后我们学校里面有他叫 City Service， 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会有一次分小组，我们会去城市里面去祝福人，然后会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像有些人就是特别去祝福没有家的，或者去医院里面啊，或者去反正很多去照顾孩子呀。Yeah。 那我的小团队，我们就是特别是借着艺术去祝福社会。然后我们就去一个餐厅的外面，然后我们就摆了我们的摊子，我们有画画，就是 face painting 画在脸上给小朋友，我们也有气球啊，然后我们也有 prophetic art， 就是艺术方，就是我们会画一些东西然后送给别人，这样我们就是借着这种方式去祝福我们的社会。然后我那天我们出去之前，我们小团队就有先祷告，我们就祷告给神，你觉得我今天要突破在哪里，就是有一件事情我要做，就是可能我不是很，就是不是在我舒适圈里面的一些事情，我要愿意踏出去今天去做。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我想 OK， 我想我今天要为一个人唱歌，就是用限制性的唱法去祝福他们。好，所以那天我就先大可能一个小时我就一直用画的，我就画画画 OK， 我画了一大堆东西，我想说我都没有机会帮人家唱，因为也都没有人经过来，所以我想说 OK， 我再画一张，这上面我写 May I sing a song for you， 就是写我可以为你唱一首歌嘛，我就写在这个纸上，然后就放拿着，然后不管有什么人经过来我就要给他们看，可是都没有人经过，所以我就反正我后来就看到旁边有两个like 美国人，然后他们有一个很高，然后他们在那边抽烟，然后在一个还是酒吧的外面在那边，那我觉得哦，我要去找他们吗？就是给他们看我的画写的吗？想说要 OK， 所以我就跟着我的领袖，然后我们两个就去 approach 他们，就去跟他们讲话，然后我就拿着我的这张纸 ，May I sing a song for you？ 我就给他们看，Can I sing a song for you？可以唱给你唱一首歌吗？我们就是想要来祝福，今天想要来祝福大家，所以我们是从什么什么教会，然后就只是想祝福。那我之前喜欢音乐，我可以为你唱一首歌吗？什么歌？然后反正我就唱，我就跟他说是我在学习听神的声音。那我相信神的心里面有对每一个人一个很特别的歌。那我可以试着把这首歌唱出来给你听吗？好啊，我也信主。OK， 好。那他旁边的人他说，哦，对，他真的很信主，他常常跟我讲，可是我不信主。Yeah， 所以就是有这个基督徒，然后有一个非基督徒这样。然后我后来就唱，我就为这个基督徒这个叔叔，按主在他身上。然后我就开始唱，我就唱说阿爸父很以你为荣 ，He's so proud of you，He's so proud of you。他阿爸父真的很以你为荣，他好爱你，好爱你。然后我就这样唱，然后我在唱的时候，他眼泪就开始掉下来，他就真的看到他很感动。
一个 you know 很高大的一个叔叔 like， 然后真的就是心柔软了，然后他开始在掉眼泪，所以我给他唱完之后，我就问他 What does that mean to you？ 就是这个歌我刚刚唱给你的歌对你有什么意义？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生命的故事 ，OK， 从他说十年前他跟他太太，separate， 就是不住在一起了，然后已经好像就七年就一直很不容易，然后他现在也还是试着想要恢复，可是很不容易，他刚刚搬家搬到雷丁，就是伯特利的那个城市，然后一直都很不容易。他说，所以他就觉得我的歌很受感动，虽然他其实不是很相信神以他为荣，你知道？可是我就跟他说，没有，我觉得我唱这首，因为神真的就是要你知道，他就是以你为荣，他就是这么爱你。然后就真的看到他很感动，然后之后我也有为就是另外一个非基督徒，他后来我也跟他聊了，跟他分享一些见证之类的，然后他后来就说他有睡眠症吗？ Like insomnia？ 睡眠障碍。然后所以我也就问他，那我可以为你的睡眠障碍唱一首歌吗？然后 no， 可是我真的相信我为你唱你会好的。他说可是我不想好。他说我不想睡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浪费时间有什么。然后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旁边的那个人，我刚刚为他唱的那个人，他就说哦，所以你不想他为你唱，因为你觉得他为你唱你就会真的好。yeah， 所以你真的很有信心耶。然后他就说也不是哦，好吧，那你为我唱。所以我还是为他唱的。然后他真的很感动，然后虽然他没有信主，我也后来也没有能够带他信主，可是他我们要走的时候他就说 I'm so proud of you， 他说我很以你为荣，他很以我为荣。我觉得哦哇，就是你知道非基督徒，可是他看到我们在爱里面，在信心里面愿意踏出去，他也知道可能这个不是我平常会敢去做的事情，所以他以我为荣，你知道，因为他受到神的爱，他感觉到神的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当我们把人家的心，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人，不是看他们的外表，不是看他们哦，我觉得很恐怖啊，哦，你知道两个大男生哦，就是很怕。可是用神的心去看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原来神创造他们那个样子唱出来、画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就这个会带给人很大的意志呀。Yeah， 那我第二个想要分享的见证，其实就是我写了一首歌叫《美丽翱翔》。那这首歌是我去年十二月写的一首歌，然后我是为了我们学校，他就是 Teresa 我的老师，他叫我们艺术班，他说 OK， 我想要你们写一首画一个东西，是怎么创造一个东西是关于美丽 OK， 想想好美丽。所以我就自己回去了，我就想美丽，我觉得神就开始把我带到一个旅程里面，开始去想想看，我自己觉得我有美丽吗？我有没有很美丽？然后我就开始发现，其实有很多谎言在我里面，很多的我不觉得我很好，我不够好，什么之类的东西，我相信的在我里面。所以借着这首歌，我借着神带我的这个旅程里面，我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后来也翻成中文。这首歌在我的 CD 上，哦呀，我们等会会放出来。那我想要分享的见证 is， 其实我很感谢主哈，因为很多人听了这首歌也，我听到很多的见证。有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姐妹听到这首歌，她很喜欢，她后来去伊朗。Irene， OK， 伊朗去工作 business trip 出差， yeah， 去那里出差，然后他住在一个伊朗人的家，
然后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然后他好像也是在 government， 反正是很高的一个人。然后住在他的家，然后他没有信主，是伊朗的人。然后他就跟他说：“哦，有这首歌哎，很好听，我可以放给你听嘛，叫《Beauty Arise》。”然后他就放给这个伊朗人听，然后那伊朗他很受感动，他后来翻成 Persian， Persian。Yeah， 然后那个歌词，所以 Persian 的歌词也寄给我，然后后来这姐妹就带这个人信主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见证。我想说，哦，这就值得了，你知道吗？就是能够使一个人认识神，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后来再加上故事还没结束，我就是两三个月去月事的时候。之前去瑞士的时候，我刚好也分享这个见证，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姐妹，她说：“哦，我就是在Muslim Woman 的 Ministry 里面，就是特别一个事工去服侍这些穆斯林的女生，因为她们在那个文化里面，女生是很不被尊重的。”然后她特别就去服侍她们，所以她说：“哦，我真的很想要用你的歌。”带给他们，就是让他们听，因为这首歌就是关于美丽，就是美丽翱翔，让你的美丽被彰显出来。然后，他说我可以有你的 Persian 的歌词吗？因为他们就是用 Persian 讲，所以我就觉得神真的有在借这首歌，去祝福到人。然后，其实昨天就有另外一个姐妹是在台北灵粮堂的一个女生，她还找到我，她说：“哦 ，Melody， 你来之前我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了。”他说他之前也是有经过一个很不容易的一段时间，在他生命里面听到这首歌也很受到很大的鼓励。所以希望我们在听的时候，我想给大家的鼓励就是音乐是可以鼓励，是可以感动人的心。我们刚刚看到音乐可以医治人的身体，音乐可以医治人的心呀，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不要把音乐限制于娱乐，我们要创作的音乐，我们要创作的艺术是要改变人的。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美丽翱翔》。听见你美妙无限，你
秀美甘甜，热无限，无比的独特。你就如一首美丽的诗，沁我心田。写一首，其实它里面没有讲到耶稣，没有讲到圣，没有讲到神，可是它就是带着神的爱 ，right？ 我觉得世界需要更多这首歌，这种歌就是带着神的爱，带着神的感动，可是是非基督徒都可以接受的。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哇，这位神他是很爱我的 ，yeah。所以，所以不管是音乐、艺术，都可以使人的心恢复到他创造他们原来的样子，就是孩子，就是心腹，然后就是敬拜者。所以我们会再 demo 一次，再 demo 一次，然后我们之后也会请大家，工作坊嘛要工作，所以我们就会 activate 大家，那主要这一段的，想要给大家。example 的，就是你要问神，神你怎么看这个人？所以第一个我们刚刚操练就是 ，OK， 他们身体已经有状况了，你知道了，你要释放医治在他们身上。那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要操练，我们要去问神，你对这个人的看法是怎么样？你是怎么看这个人？你会很惊讶哦，常常不是只是很笼统的给耶稣爱你，有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些很 specific， 就是像我为那个叔叔 ，OK， 他唱歌的时候，神很以你为荣，像这一句话就很感动他的心。有可能神会给你一句话，就是他们需要听到的，所以我们就是 ask God， 就是问神，你怎么看这个人？你现在要对他说的话，就是为了他现在。走过的季节，有什么鼓励的话？好，那 let's have Tiffany 上来，她会为我们 demo 一下。
刚刚 Melody 跟我说，我就找一个人上来当我的 sample 示范，所以我可以麻烦一个话，就是倒数第三排，然后穿红蓝格子绑马尾女生，就是你现在看着别人，对，就是你，可以吗？方便吗？不用待会，是你，是你，可以进来前面吗？林真，林真大地，对 ，OK， 好。那所以我现在要做，就大家刚刚都看过 Melody 做的，然后我就是会稍微祷告领受下来，我就会要唱这个。OK， 把手放，你先放上好不好？亲爱的女儿。是我喜乐的宝藏，来到我的面前，我渴望看到你自由跳舞，别再害怕，别再隐藏，你只要自由地到我面前，你可以尽情地跳舞，我喜悦你的每一个动作，我喜悦你的每一个翱翔，你的跳跃，你的眼神，你的肢体动作都是我所创造，你是这个世界的宝藏，你是这个世界的宝藏，不要害怕，不要隐藏，因为我创造你是要自由的翱翔。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可以先分享，就是我刚刚听那个我的歌的时候，我就是其实我歌我觉得就觉得很感动，然后我那时候脑袋里面真的是想的就是神跟我说不要害怕，然后神也跟我说不要再隐藏你自己了，对，然后就感谢神，因为你的歌词就是在讲这两句话。很奇妙，其实这个你可以用说的，同样的字，神很爱你，不要隐藏。可是他用唱的就是不一样 ，right？ 用唱的，就是很奇妙。For some reason， 他不会经过这个头脑，马上就打到你的心里面，哈。音乐真的，所以我们听的音乐也很重要。对。一下让你很开心，或者让你很不开心。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操练。你们还有纸哈、哦，还有纸，所以你要用画的可以用画，你要用唱的可以用唱的。这次你对跟你旁边的人，你要问神，神你要跟这个人说什么话？你对这个人的看法是怎么样？或者他现在在经历什么？我可以鼓励他在哪些方面，好不好？有什么问题的吗？这个操练就比较自由一点，反正就是我们在操练我们先知性的能力 ，OK？ 所以我会弹一些背景音乐，然后我们就精彩。国庆还是我没有换的，没有换的。没有，我想走，我怕我睡觉。好，可以啊。伯俊，你跟他好不好？伯俊，用他手里有人吗？
好，那我们一起好一点，别用手啊。Thank you.
听一些的见证品啊，就是如果刚刚不管是对方给你唱了一首歌或者画一幅画，然后你也受感动，你觉得想跟大家分享的，你可以上来，现在上来。那谁呢？好，来，弟兄上来耶。是我从香港来，所以我的鲑鱼不是糖果，是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一个还是读里边的一个升天升地升的耶路撒冷的土王是先然后我看见那个行有很多珠宝我想神是选了这个他是有分在牧师这的地方接纳神的教会是帮助七个生的身体身体的是给他画一个地方他讲的完全正确，因为我在我才刚从美国回来一年，然后呢，神把我摆在那个时尚珠宝界在最高的位置，然后在最高的位置很多年，然后因为我爸爸过世，然后呢，神又安排了很多很完美的结局，让我舍得放弃25年的工资，然后他说因为在目前的珠宝都是属于巴比伦的珠宝，是神所不喜悦的。然后呢，他说我做的珠宝神非常喜悦。他说将来建造圣殿的时候呢，神会使用我的手，好来制作。然后他说他希望我能够放掉那些金钱财富的东西，就巴比伦的东西来追随神。我说我一年前就已经放弃了，然后但是我公司还留着，我就把店关了。因为，然后他就说希望我能够跟一群人一起来做这个，就说新造新天地新店的工作，然后能够荣耀神。我说是啊，我说回到台湾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培养一些新的设计师跟一些珠宝设计师或一些工艺设计师，能够把他们带到国际市场，然后让这些贫穷的设计师，因为台湾的设计师通常经济不太好，让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之外，还能够在他们的施工上使用，能够更多荣耀神。我说我就是在要做这个工作，只是没有要找到合适的人，所以他把我要做跟我已经做的事情完完全全想出来，然后我也好惊讶，我本来没有很觉得他很厉害，好厉害哦，真的神会大大使用，感谢赞美。我就是祝福他因为以色列地方是很珠宝是很出名的，我听到神说要用他去以色列用珠宝传福音给耶路撒冷的地方，所以他的是先知性的，也是 word of knowledge， 就是知识性的，所以哇，神真的使用。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不是只是祝福到他，而是也祝福到他的工作、他的公司，就是他在 marketplace， 在marketplace 是什么？职场。所以神可以借着音乐、借着艺术祝福到职场，因为他们都很喜欢接受这些东西。好，我们再请第二位是，你好，再见。
这张没有分享，太可惜。各位同学，我们的月梅姐刚刚有哦，她帮我画这张图让我惊讶万分呐、啊！为什么她帮我画一个那么红的大嘴巴？因为我小时候，小的时候，以前都我们这个年代都是樱桃小嘴所以我那时候被叫大嘴巴。可是现在流行安吉拉·裘丽不是很大嘴巴吗？所以安慰了我的心哈。那因为我帮他唱歌，我也是即兴的，我没有画图。我唱歌的时候，他觉得说安慰到他的心，他就给我回馈，画我就说我这个是可爱的嘴，嘴角是翘起来的哈。还有他说我的眼睛很大。是不是很大？他说我的眼睛会发电哈，那这个有光芒哈。当我跟人家注视的时候，跟他讲话，心会融化掉。他把我看得这么清楚。然后还有他说我是一只羊哈，旁边有草又有水哈，我是很幸福的羊哈。是那个被爱的那个羊哦，还有他帮我做了一些，还有一颗火热的心，在我们身边的同学哈、哦，他们给我祝福都说我特质是什么？热情啊、哦，所以我的心是火热的哈、哦。那你们现在有没有感觉我的热情？有。我特别啊，他还给我提了一首诗，我念给你听，因为他是老师，那我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哈、哦。他好是即兴帮我做一首诗。热情如火，爱耶稣，哈，眼目清明看天国，心中有爱是真情，灵义正直正祥林。真祥林，爽够烂。哦，对，很好的朋友 ，OK， 那很棒啊，用先知性的话说，对，好 ，OK， 谢谢分享。好，下一个，好，第一个这边，大家好，我是曾颖，我从高雄来这样子。那因为我刚跟他是完全不认识，那刚刚就是在帮他祷告，就是我是先祷告完之后就看到一个画面，那我是画出像这样子。就其实我也不太懂为什么就是天父要给我这一幅画，但是我那时候画完的时候，其实我在帮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掉泪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哭，然后我帮他画完的时候啊，就是边画的时候我还是很想哭。到现在分享的时候我还是会很想哭，就是。就在床上，真的很想哭。他给我感觉就是他，就是天父，他是用一个很大很大的双手，然后去就是捧着他，然后就是很呵护、很呵护、保护他的。那他是在，就是他是他手中的一块小小的泥土，这块泥土长出来的一个小枝芽上面，他就站在那个小小的枝芽上。然后他站在这个小枝芽上的时候，他是一直在看着他，就是看着神，可是他看不到神的样子，因为神他太大了。可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告诉他说：“你是他，就是你是他非常爱的宝贝，就是即使你看不到他，他是非常呵护你，非常爱你的。你在这个小小的泥土里面，虽然你是小小的，你才刚萌芽而已，可是刚萌芽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还是会很保护你，很呵护你。所以那幅画给我的感觉很温暖，很温暖。所以我在画的时候，跟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是。”会很想哭这样，然后就刚刚就一直不停的掉眼泪，对，然后跟大家分享哈。那我分享一下，就是他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好像自从地上的父亲过世之后，我就有一种好像孤单无依的感觉啊，所以有时候好像需要去武装自己，甚至有时候需要像刺猬一样，但是我觉得神包捧在手里，对那种。安全，还有那种被爱的感觉，让我可以不用戴着面具。对，谢谢。我想再分享一个，就是他帮我唱歌祷告的时候，然后因为他帮我唱歌祷告的时候，刚好就是很贴近我现阶段的状态，可他其实不太知道我现阶段的状态是怎样，所以他帮我唱的时候啊，其实我真的觉得有很多的感受是很难形容的，然后。
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因为我是九月份受洗嘛，那所以其实开刚信主不久，可是因为我信主之后，我的人生改变得很大，就是我几乎就是舍弃掉原，几乎快舍弃掉我原本的工作，然后我的收入开始变得比较不稳定这样子，然后我也是因为我以前是学美术的，所以我也开始创作。然后在创作这段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神给了我很多的灵感跟很多的方向。可是呢，我最近就是因为收入不稳定嘛，大家也知道收入不稳定，你就一定会感觉到很不安稳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他刚刚唱的那些歌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话是很安慰到我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领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感动这样子。那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好，下一个 ，Yeah， 好，我自己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大家有印象吗？昨天的那一幅，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非常非常惊讶，因为我昨天离开之后，我有在 LINE 上分享给我群组里面的姐妹们，因为我们两个刚去的时候就被引导坐在第一排，就坐在这两幅画的前面。那其实我们两个都不是那种会坐第一排的人，可是我们就坐在那前面。然后呢，然后在一直看着那个画在完成的过程。那其实，在画那个画的过程，我自己心里有一个感动，就是我想起了我在四五年前，我第一次参加先知性敬拜的时候，我看了十几幅的意象，当中的倒数那两幅就是这一幅和旁边有一幅老鹰。可是这一幅画对我的意义是，我知道，因为在那一位创作者还没上台前，我知道这一幅画画的就是黄昏，因为在我的意象里，我看到就是黄昏，然后是我跟耶稣。但是因为我前几十几幅的意象都是我被医治的过程，最后是耶稣问我说，他要我留在我要他留在他身边吗？我跟他说我不要。对，在那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很倔强的一个人。所以我在那时候，他们在敬拜同时看到画的过程，我就看到这一幅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奇妙哦，然后当他的上台的时候，就是那一位被祝福的姐妹上台的时候，那个画者跟他说这是耶稣跟他一起走的时候，就觉得哇，神把续集接上来了，就是把那一集接上来了。所以我回去就很感动，在 LINE 上分享，但是这位姐妹她没有在我们的 LINE 上面，所以她完全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就已经很开心的跟其他人分享。然后刚刚我们两个在画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看她，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她在画什么。她就坐我旁边，完全没看她。当她最后她拿给我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惊讶，因为就是我昨天看到非常感动的话。要怎么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就出现了那个画面，然后想说，我会画，好不容易，我就一直看着他画，我觉得，我也会了。刚才在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线条好像要怎么加，这个，然后因为其实我也不大会画啦，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画出来，我觉得还蛮像的，就感觉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他帮我画的时候，就是我也是在多年前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啊，就是耶稣就是牵着我的手在一个山上，然后他就是保护着我，然后我穿着新妇的衣服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也有之前的那个感动，又回到这个画面来了，就这样，谢谢。是我看我画的时候，我是先看到一座山，然后才画出他，然后画出耶稣。那其实我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有曾经看过这个影像，所以对我们两个来讲都是个很惊奇的体验，就是我们画出对方曾经看过的影像。我也听过很多类似的见证，就是直接把另外一个人已经看过在意象里面看过的画面画出来，这真的是很奇妙。好，我们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再讲了，不然之后我们有很多的
那个见证表，希望大家可以填，可以吗？大家可以填吗？因为我们真的很宝贵，宝贵见证，可以这样讲吗 ？OK， 好，我们也只剩15分钟。接下来我想要进到一个部分，我觉得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之前讲的就是个人来个人的医治方面，就是灵魂体，就是一对一，怎么去服侍别人，去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去医治他们的身体灵魂体。第二个我想要讲的其实就是一个 corporate， 就是一个大众大会众群众，谢谢。OK， 群众里面的一个医治，特别是国度，就是 healing for the nations， 就是医治国度，就觉得这个范围就很大。这个里面我就想要讲到，就是艺术跟音乐真的是可以改变文化的。大家知道我们的文化，不管是我们华人、中国人，或台湾人的文化里面，每一个国家它的文化都有艺术 ，right？ 都有歌，他们特别的歌的风格，或者艺术的那个样子啊，或者做的盘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都有很特别的方式 ，right？ 那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所以真的是很重要。所以艺术跟音乐，它真的就是可以改变，也可以让一个国家一个文化有从神来的 DNA、yeah. 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些东西去改变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借着这些东西去改变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文化、yeah. 像有一个见证关于艺术方面，所以 Teresa、我们叫她妈妈 T， 就是 T 妈妈那个她以前有一个学生也是在 BSSM，我们伯特利的学校，然后这个学生上他艺术的课，然后上完，其实 Teresa 没有认识这个学生，因为他的学生很多很多，可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学生上他的课的时候才开始画，或者就是被神开发了，然后到现在好像新的Pope 那个Roman Catholic 教会 Pope 教宗，他要进 office 的时候，就是他被选上的时候，他们要献画给他，就选了这个学生画的一幅画，他放在网站上，好像是American Artist Society 或之类的 website， 然后放了，然后他们就在当中选，就选到他的画去送给这个 ，Yeah。所以真的很奇妙，真的很奇妙，就是神可以借着我们基督徒，不管我们创造任何东西，都可以影响到世界各国，还有很高的那种领袖，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呀。所以我觉得这个见证很特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菲律宾，他们每100年都会有一个比赛去选他们的国歌。Yeah, 然后他们就会请，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可以写一个歌，国歌，然后就是他们会选当中，然后在100年这就会成为他们，不是在100，就是在100年的当中，他们就会一直唱这首歌是他们的国歌。Yeah, 那所以 Teresa 那个时候去菲律宾，他去个短宣，就教像他在这里教的一样，然后就教他们关于音乐可以改变国家的这个观念。所以他们听了，他们就觉得哦，哇！所以刚好 Teresa 走了之后，他们就有100年的这个要比赛，所以他们教会全教会就一起就写了一首歌，要当他们国家的国歌，就进到那个比赛里面，就被选上了。哇！呀，所以你可以想象吗？100年呢，就是这个国家会一直唱这个教会写的国歌。呀、yeah.。就是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像小朋友都要唱，那我自己也有一个这方面的见证，我觉得，我的心也是希望借着音乐，借着艺术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那
我们去运势的时候，刚好我们去的那个周末是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世界联合国，他们庆祝70周年。那他们有一个中心就是在瑞士 Geneva，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去之前我们就想说 OK， 有可能神会给我们机会去祝福他们，有可能。其实我心里面是想说没有可能，可是 Teresa 她很有信心，所以她就跟我说 Melody， 你要写一首歌啊，写一首献给联合国的歌，想说可以啊，可是可能也没有人会听。可是我也就在顺服的里面就写了一首歌要祝福联合国的这个70周年。那我也在祷告神我要怎么写这首歌，因为如果听众嘛，他们大部分不会是信主的，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心智，就是要有世界和平，然后要祝福到这个世界，是祝福到他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世代这样子。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比较就是关于留下一个产业，就是一个 legacy 传奇传承 yeah， 就是要传承一个美好的世界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写的这首歌就是关于这个道理。那我们真的就有机会到了联合国里面，然后我们跟所有联合国里面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然后也献了这首歌，我就放给他们听，然后也弹给他们听。之后就有他们当中的一位是就是他们都因为他们都在联合国里面工作，所以他就通知我，他就找到我的 email， 然后送我一个 email， 就说哦 Melody 那次来到我们当中献的这首歌你可以寄给我吗，然后把你的 bio， 你的资料什么都寄给我，我希望把这首歌寄给我们联合国70周年的coordinating committee， 叫什么，就是举办这个活动的团队，对，所以我就寄给他。那我现在我相信他们不管使用或不使用，就是会给很多人听到，你知道，就是 even 就是在联合国里面工作的人的能够听到的话，我觉得我就觉得是真的一个很大的荣幸，这样我们可以影响到世界的人，影响到影响世界的人，所以我想放给大家听。这首歌没有很 professional 的 recording， 只是我自己在电脑上做的。不过我也有放那个歌词翻成中文，不过我是唱英文，所以你可以听的时候就想想看，一首歌可以不是只是在敬拜里面唱，而是可以释放到国度里面去。然后可以想想看，哦，你会听到这首歌的人是谁？不是只是这首歌，就是我们不管我们任何人创作的东西，听到的人会是谁？怎么可以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好 ，Is it PowerPoint two？Peace, for all of our humanity, we'll stay.
的教会，神把你们放在你们的教会里面是要影响你们的教会，然后他对你们的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呼召和命定。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就像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有很特别的 DNA。 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很想可以写一个诗，画一幅画，可能没办法唱一首歌，除非你把它录下来。可是我想让大家用一个更大的一个眼光去看，领受神你对我的教会的命定是什么，的看法是什么，把它画出来写出来可以吗？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用操练，就是可能不是一个人，可是是一个更大一个 corporate 的一个 word。 这样子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好，我给你们两分钟因为时间要很多，好，剩下的三分钟，好 ，OK， let's do it。你就祷告神，你对我的教会的话是什么？你对我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常常都还没有想到这么多。可是神其实对我们教会或者对我们的牧者是有很多想法，其实他是想要祝福我们的教会，他想要透过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
年快没有了，所以可是我很想要听到看到一些，我可以有两位吗？两位 volunteer 来跟我们讲分享你们写的你们画的，谁是勇敢的 ？OK， 这两个，嗨。大家好，我叫李玲，然后我所属教会在中山福音中心，然后我们教会的意象是神的殿，神的天嘛，然后刚刚我领受到就是神给我们一把钥匙，然后这个钥匙是爱心的，它是一把爱心的钥匙，然后可以开启门，所以神已经给我们一把钥匙可以开启那个就是属于我们教会意象的那个门，然后开启之后就是会如同像光辉一样写到说，发明神的荣耀和光辉将如同水波涟漪影响周遭的环境社区人社区。Amen， 你们祝福你的教会。好，下一位。叫雅文，我教会叫赞美之家。那我们教会是一个很小的双语教会，是特别为家庭跟婚姻在这块上面是很着重。所以刚领受第一句话就是重建毁坏的家庭根基。所以我画的就是一个房子，然后下面长出像树根一样，就是紧紧的扎根在耶稣的真理的磐石上。然后那个房子上面就长，就是画的话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像十架的一个这样子的树。感觉就是很稳扎稳打的一个树扎根在神的磐石上，然后有神的手握住这个房子，然后从房子的门打开，里面有很多圣灵的涌流，然后是可以就是影响到周围的其他的家庭跟婚姻的。好好，祝福你们的教会。所以大家其实在画的时候或在写诗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在艺术里面，我们就是在跟神的心连在一起，所以不管我们未来要用什么的，不管是谁会看到这部画，我们在画的当中，你知道我们就已经在代祷了，我们已经在灵里面为我们教会祝福了，因为这是我们在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把这幅画画出来，我们在写的诗，其实这个动作就是一个信心的动作。我们刚刚其实你可能没有发现，可是我们都在代祷，我们都在为我们教会祝福祷告，当我们在画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艺术真的是很奇妙，不是只是结果，而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所以不管是为了你的教会或者为了一个人，当我们在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跟神去祝福这个人，在为这个人祷告，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很奇妙。所以可以更鼓励你们，可以更多去操练，不管是为一个家，一个为你的朋友，或者你知道他们现在在经历的不是很容易的一段时间，你可以为他写一首歌，你可以为他画一幅画，可以给你的牧者，可能你们这些今天画的或写的可以送给你们的牧者，祝福他们，他们也需要鼓励呀。所以我觉得神都是很奇妙，他都用很不一样的方式去祝福人，没有只有一种方式。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结束了。然后希望大家走之前可以拿一个见证表，把你们今天不管你们有完全的医治或者一点的医治，或者你心里的感动都把它写下来。谢谢。